Hello， 大家好嘛。今日咧，我就想同大家讲讲冲凉噶。咁咧，因为咧其实而家好寒，好寒冬啦，咁啊好干燥啊天气。咁咧，除咗大家狂搽嘢啊、狂做保湿、狂敷 mask 之外咧，其实冲凉咧亦都系好重要嘅一环噶。因为咧，如果你冲错，即系我之前咧用错冲凉液嚟冲凉咧，搞到之后啲皮肤好干啊，成晚拗痕又瞓唔着咁样嘅。咁所以咧，今次咧我就想推介一个冲凉液俾大家，系放冬天啊严寒干燥嘅天气使用嘅。咁呢一个咧就系 Johnson's Baby 嘅强生婴儿嘅一个嘅冲凉液啦。咁其实呢一个冲凉液咧，佢系放 BB 去用噶。咁所以大家其实好放心咧，佢系一个系放翻一个 BB 咁娇嫩嘅肌肤啊，都能够用咧。咁何况我哋成人更加系冇刺激同埋系即系低敏嘅一个嘅冲凉液啦。咁呢一个冲凉液咧，佢就系最大嘅特色咧，就系含有维他命 E 同埋有橄榄叶嘅精华喺入边咁样嘅。咁所以咧，佢都系比较一个系属于 creamy 少少嘅一个白色一个乳状嘅冲凉液嚟嘅。你只要半泵到咧，其实已经系捽捽捽咁起泡咧，已经可以系搽埋晒全身啦，十分之抵用啦。即系大家会 feel 到咧，就系冲，即系当你搽埋晒全身啦，咁你冲晒水之后咧，你会觉得好似有层少少油油地，少少好似lotion 咁樣嘅嘢咧 ，cover 喺你嗰個皮膚上面，咁咧你開頭真係有啲唔慣，可能係咁狂洗狂洗，但係咧洗唔走咁樣，咁其實嗰個咧係一個即係 protection 嚟嘅，咁就去到令到你嘅皮膚唔會乾燥同埋痕咯。呢個係喺屈臣氏先有得賣嘅，暫時我係蘇花見到，咁就大家可以去睇下啦。咁其實唔貴嘅，呢一個係70-80元到咯。好啦，咁今日嘅時間就咁多啦，咁啊好快速地完成咗，咁就喺度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新年进步 ，Merry Christmas！